知道那个技能加证明自己真的修太快，如果三个人一起修，对，我也要来，我也要这样带了。两三二三十秒一台，有够离谱的。好恶。这场要带我，我这场要玩平稳着陆哎，也没有说一定要平稳着陆啊，但是。的任务要叫我从高处跳下来，单排也看到很多人自补百草，因为现在恩赐要让别人帮你补啊，所以单排我觉得最佳解应该还是自补药草，因为现在医疗包下修了，一个医疗包就算是带顶配，最多也就用两次，而且补的还很慢，带的 CP 值也，你看我这一队没有人带医疗包，请问躲柜气势拉锯要怎么样数锯才不会在出柜被砍到？数次数王。就如果他拉电锯一次，然后马上就撞到墙的话，就只有锯六下，你要算他锯六下。然后二三的话，麦当劳薯条是说十一十一啦，这个我就不晓得，因为我没有特别那个背这个。完了，我记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这个距离他飞不上去？他明明抬着头，没有，我看他抬着头，我才跳下来的、欸。他这样子飞不上去是怎样？我问他。遇到鬼了，遇到鬼了！不过我任务解了一次。我在发电机后面，八扣九十九。走，可以走。爷爷，爷爷怎么有皮卡丘？光速绕跑、欸，好爽哦、喔！在你们两个旁边，一个有修机 buff， 一个有回避到的 buff， 超爽的、啊。对，这边还有一台，这里有两台，这里有两台。哎、欸，他还有带那个斜力耶。你说修机速度变快那个、喔？对啊。所以我们跟着他修可以修很快。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那个修机的 buff， 速度变快。这个人是想修机的师傅还是怎么样的？有料，个人有料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样修好快哦，有感哎、欸，这个速度。哎、欸，这有超过三十秒吗？感觉没有，感觉不到三十秒。丢了一台，然后又有buff，再修一台再去救他。超快的、欸、那条线就是要先跑一跑先去救，我去吧，然后会来不及、欸、有点远，对
那感觉你可以回来继续修嘞，可以尝试一下。哦，我被鬼看到了。啊！这刀枪还砍到，那么离谱。约德尔甜点师，感谢46个月。就是刚刚那个，他已经很明显飞太远了，居然还被砍到，好离谱的。啊，回去哦。不能在这里。阴照，阴照。少年，别跑啦！你要跑去哪里？你体质这么大，你要去哪里啦？天草根，感谢28个月。他那个人补血术应该也是有药草，应该也是制补药草。这补药草还是好用啊，不得不说。爱最高。对，要去救他，那我去休息好了。比书好用，如果是之前测试服的那个样子。他测试服会比那个书会比较好用，可是因为正式服出了，这是我救的，队友救的。为什么那个人突然变不治？如果是之前那个很难补血的测试服的话，书比较好用。可是出了测试服，官方又把它改回来，所以。就还是制服药草好用。哎呦，完了！阿哭啊，都爆了。对，被救的是 P3欸，那为什么 P2是会有？他有护士眼。很假，护士带护士眼。高几率啦，因为他飞了一个发电机修完的地方。队友开的门应该是另外一边，要补吗？药草就是强，只能说必带、欸。哇，现在医疗包太烂了，现在带医疗包的 CP 值好低掉。哈哈，我骗到他了，一个走位，哇，是另外一边。欸、我不一定出得去耶、欸，但我不一定出得去。另外边门有开吗？没，跟在你后面。我不敢补血，说他有护士眼，还有不敢。有哎、欸，他开完了，他开完了，那我去另外一边了，拜拜。有个队友偷开门。KEN0800102，感谢，谢谢订阅。在卫斯理耶，荣恩，不料，好强哦，队友。